爱剧院，热土戏真的超好。哦。啊，你那边也看到太阳，也看到地球。哎，和楼上不一样，楼上就是最大户了，没下面。我听说在上面吃鸡啊，每个人居居消费啊，我是听人家说的，是要两块。哦，最低消费，哦，你能把一块钱的东西卖成100块钱是你的本事，对，嗯，他什么都敢要。李先生，你现在一个月有社保金有3000？3000块钱。整数3000，还有再加50块老人金，3000多一点点。哦，3000多一点点。哎，我听说啊，明年今年年底啊，又加了，是不是真的？加没用，没有物价涨得快。哦，我讲。哦，你太太也是哪里有？那现在在大陆啊，哎，不管你贫富的这怎么样，不要进医院。哎啊，对。哎，一进医院你就。一般的人你根本招架不住，宰你了，宰钱了，哦，你几百万根本不算什么，但是你是有两个医保的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给你报，那